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飞象为您带来的熊浩那个风在起的一些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解说。这场比赛有一批小小的日飞老肖，看见双方精彩对决。两天三万选角色的抢三比赛，首发小草对阵雅典娜。好，再过小草，那局草地炒饭走。Next 大蛇双火有了，但是带不走，看老肖能不能找到一波回血隐藏的机会。哎呦，这手连续下停脚双龙被血反。那看下一回合，刚才小草这个下停脚好鬼畜啊，对吧？那看一下老肖这边，老卢，哎呦，运气非常好啊。嗯，完升龙，哎呦，可以的。老肖下一次还一个升龙啊，这反应速度也是够快了。那次巨人压杀两边白运，小赵星角一波逆向中断带走了。老卢这个进攻还是没什么可说的，妈就是强。那看一下小小这边能否稳住日发舒畅的安迪。嗯，阿比是吧？哎，小跳金角一波中断，漂亮！老卢这边率先发难，巨人压杀两边搬运，一套三两套死，看小小能否稳住。嗯，你看好机会，这波肯定要秀隐藏啊，没错，但是带不走，这个打鸡头生龙循环。哎，隐藏根，漂亮，伤害很高啊，但是带不走。哎呦，老卢这边还是找到机会，安迪失误了啊！这波想择逆向中断，但是压点并不是很准，对吧？其实刚才最稳的方式就是抢普通头。哎，这手后后裁剪者对攻，好圣龙双循环三循环，好家伙，这大蛇挺帅气，也是双循环大蛇就能带走对手啊！但是小小为了求稳，对吧？毕竟是老卢啊，比较肉。而且是老肖啊，给他机会容易反杀你，对吧？啊，这是猴子，小 C 逆向好，下边 MX 超杀直接走，好家伙，小小这边有点难受，前前想钻当出板，但是被揍，反边走，家伙老肖起身就是跟你赌命啊，没错，你要是敢升龙，那我认了，这手带走，那看下一回合，刚才老肖起身直接顶，对吧？如果说小小升龙循环，那肯定是一套狠揍。看小小这边八神马力啊，问号，然后再跟大家提一嘴啊，这场比赛的规则确实就是三问啊，大家看到双方首选的角色呢，那都是临时的赞助，没错啊，跟这场比赛的赞助呢并不是一个人啊，可能是观众啊，看着看着想要看什么角色的，对吧？哎，给你一点赞助让你去玩一玩，就这个意思啊。看一下这首老卢两边搬运以后，小超重腿连续则好，哎呦，裸 AB 还是被揍，那 AB 闪身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这种世界级别的压制你肯定得去赌才可能出板，那你直接 AB 那肯定是跟宋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看小小这手八神能否扳回劣势，好家伙，这手残剑者对空信手拈来，没错，升龙双循环 MAX 八神女可以的，今天小小这手升龙双循环 BC 啊玩得很溜，好，及时刹车，再一波裸 AB 骗出裁剪者走。老肖这手升龙完全被预判到了啊，因为你出的实在太多了，对吧？小小成为顶尖高手啊，这一点临场应变的能力还是有的，对吧？看一下老肖这手能否稳住。哎，自己的老卢被斩落马下，日发出场的什么角色？看一下，猴子 ，Choi， 嗯，防得很稳。看八神能不能一血先止，好漂亮，前前战 C， 可惜没有开 BC， 前小影跳想抓谢峰，很明显但是被 2P 识破，这手 MAX 超杀直接怼一套残两套死，起身硬压，看八神，好 C 头抢一下，前前下 A 被揍，哎呦，感觉小小这手八神的节奏啊有点乱啊，有点乱，看一下 EP 的玛丽 Mary。哦，升龙硬熬一波，这手逆向反而被揍，好家伙，本来该压制对手的，对吧？这下反而啊弄巧成拙，没错。看一下猴子，漂亮，玛丽这手滑铲，看准对手的落点，玛丽台风直接收掉 ，Mary Typhoon。那看下一回合，小小绝对不能输，对吧？这一局输了，那老肖直接拿到赛点啊，而且是三个赛点。漂亮，跳 C 以后正逆则日敌猜错，但这一套带不走是肯定的，老肖还是有反扑的机会的啊。这手玛丽玫瑰跟上，一丝血，
这首天天发波还好没有被血反，但是被强开 BC 还是择中底班啊。毕竟玛丽有一手指定头，而且有普通头的威胁啊，多多少少呢还是要靠赌靠猜啊，捏着鼻子去猜，没错，只能去硬搏一下。那双方这一局赛点争夺战，好家伙，这小小这边两个大杀器，一个莲娜一个比利，莲娜这边没有选择暴走啊，但是老少连断输，哎呦，现在暴走有点晚了吧，看一下，好吧，还是果然被揍啊。其实刚才第一波的时候确反那个升龙就应该暴走了，对吧，连断之中暴走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啊，钱钱你看这个位置你打不到我没错，但这边下飞下一升龙没有继续连断，我天，小小这个失误有点严重哦。老小直接一波不客气的升龙啊，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不选择后 AB 就要被我揍。看小小这手比例，好家伙，反咬脚破防这无解，对吧，反咬 BD 轻脚重脚都是一样的啊，这没了，就是不可防御，没错，有点类似两千里面猴子那一招。看一下老肖这边日发出场的角色，双方比例内战啊，这2017修正版的比例内战不多提了，对吧，无异于两个西部牛仔的对决，哎，没错，就是一下就是一枪就是一个反咬脚，打中就没。那看下一回合吧， Mix 超杀带走也一样啊，都一样，你看这不带一个超杀都能一套十哥，哎，由此可见，对吧，比利这个角色在这个版本有多强。看一下老肖这手安迪能否稳住，双方都是一身紫，哎呦，这手反咬脚又开始了，不可防御啊，而且可以开 BC 就非常的过分，但确实很强啊，带走。老肖确实也没脾气啊，这谁来都没脾气，对吧？那看下一局，看小小这边，哎呦，随机到克里斯运气不错，看老肖这边如何。欧斯雅典娜随机好，双方都有克里斯，一个表模式克里斯，一个颜值克里斯，来吧，而且都用来手底啊，两边真的是心有灵犀，对吧，打这么久了很有默契哦。这种好 BC 开起来，哎，一匹暴走好确凡，但是没来得及啊，老肖小心了，这暴走莲娜是能十割对手的，哎，好，下一升龙可惜啊，这下连断失误了，对吧，可以升龙取消手刀，然后升龙手刀循环，可能是小小不够自信，但是这边没关系，还是择中下皮下一升龙取消隐藏旋转火花。那看下一回合，哎，暴走莲娜这个角色非常疯狂，对吧，只要下清泉点中升龙确认到 BC 取消及时就是一套十哥啊，可以说一个下清脚摸中，或者说一个下清泉摸中就死，没错，升龙赌空，哎，再赌一个升龙，感觉小小这手暴走莲娜玩的还是没有老肖那么奔放啊，有点拘谨，没错，老肖的这个暴走莲娜可以说真的是不要命，那真的叫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语双关，对吧，看一下这手玛丽又找到机会，看升龙 BC 循环，来一波玛丽玫瑰，一套残两套死，看一下老肖怎么做，好，这手漂亮，一匹前小一条重腿，但是反而被择中逆向，老肖你看，你想择你想进板，那我就给你进板，对吧，往前一拉把身位让开来，让一匹进到板边，反而就剩一波逆向底板，一套带走，哎呦，但我没说连断失误了，这啊，但这边好吧，想落地二匹直接一波飞翔脚骗出了一匹的下星脚点杀，我的天，峰回路转啊，那这场比赛胜负尤为可分。哎呀，小小这手克里斯能否稳住，以为可惜没有确认后跳重腿踢前跳，滑闪 BC 强开，刚才那一下即使没有确认也要强开啊，不然这个滑闪身位给的特别近呢要被血反的，没错，看猴子，小跳偏地头正逆则，哦呦，这下怎么做到的呀兄弟们，逆向跳地正向滑闪，我的天，哇，这都行，小小太强了啊，看一下双方，克里斯内战跳CD高打低，跳地高打低，但这边连跳被一片二针指定头对空，一针无敌针躲开你跳地的空压地判定，二针发生指定头，那这样的话反打一套上 A 二则，二 B 直接裸 AB 出板，那这样的话还要再则，好升龙漂亮，这手关键升龙一 P 直接也变成颜值克里斯，
两边都有变成大蛇的可能啊，要小心，血量不能太低，或者说不能跟对手保持太远的身位。按下跳低，一丝血，老肖可以变大蛇，但是老肖不变，原地实施高跳 CD， 这次一 B 的上 A， 那喊下一局。老肖可以，但老肖不，可以，但没必要，是吧？看一下小小这一局，依旧是八神马力一个随机，老肖依旧是猴子亚莲娜一个随机啊，应该是临时增加的赞助，没错。他威斯对雅典娜首发，凤凰剑漂亮，灯笼心灵传送，但这边连段没有继续，战 C 点下发波还是被 EPAP 收身起来，责中逆向底半，开始 DC， 这套应该是带不走啊，因为小小没有残血，对吧？残血可以去隐藏，看一下，哎呦，这波速中想择一波逆向中弹，但是没有确认到啊，这下只能靠赌，对吧？对，双方都是择。好的，这时候镰刀腿收掉，那看下一局，看一下老肖这边能否稳住。欧子 Choi 最后一分啊，胜负犹未可知。好的，这时候拉面鞋又找到机会，连续的铁山靠啊，化身小黑子啊 ，Jenny Chan Man 啊 ，Baby， 不笑了，不笑了，笑什么笑？莫名其妙的啊！哎，这波。还要再择一下，好，小跳片指定头带走了。这老肖是难受了，感觉要被穿三，不会吧？这如果穿三了，小小这一波绝对是血赚，对吧？能穿三老肖的人可不多，而且是用一个威斯，对吧？也不是特别强的角色。好，跳中腿对策一 P 的铁山靠走，中龙两边搬运。哎，但这边连段失误好却烦，但是距离不够，下心脚点中一波有力回身秀隐藏，漂亮！感觉小小这局真的奔穿三打，会被骗出了二 P 的升龙，不好意思，确实不攻了，穿三带走。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小黑子活到最后。